欢迎收看 King 记播报。浓情八月散发光与热，夏去秋来，在两个季节交换的月份，凯 boss 又有哪些新动态呢？快跟小 King 一起回顾一下吧。8月11日，艾特电影《万里归途》发布《万里归途》先导海报和一张大合影，王俊凯转发微博配文：“万里归途，我们回家。”穿越了战火和荒漠的万里归途，荆棘重重又撼动心灵，令人期待。8月12日，王俊凯出席第12届北京国际电影节，一身西装三件套搭配亮眼胸针，灼灼身姿永葆探索力量，挣脱深渊，遇见从未放弃追逐光明的孟超。一身简约西装勾勒沉稳轮廓，刺破偏见，拥抱浑身锋芒绝不妥协的周正。演员王俊凯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与观众在光影中探索不同角色的魅力，诉说属于他们的故事。8月13日，电影《断桥》上映。在这个迷情八月，我们看到了身处黑暗的孟超努力发出微光，寻找证据，走出困局。我们在《记录你所给我的一切》中听到了孟超小心翼翼守护一切的心情。在荧幕上，在采访中，我们跟随王俊凯看到了更多面的孟超，一同为他揪心，为他叹息。八月是断桥的八月，也是孟超的八月。8月19日， Bobby Brown 代言人王俊凯发布微博，阐述 Bobby Brown 羽柔蜜粉饼的好用之处，速拍顺吸油，顺定隐毛孔，让我们在高热夏天也能时刻清爽，掌握夏日主场。近期全国出现罕见的极端高温天气，造成了重庆多处出现山火，山火无情肆虐，中华儿郎逆行，人民子弟兵和消防战士在山火中奋战，年轻骑士骑着摩托车在陡峭的山路上一趟一趟运送物资，志愿者们全力保障的后勤支援，没有路的地方，消防勇士们用脚步走出救火之路，没有灯的地方，志愿者们用头灯照亮。8月26日，王俊凯转发艾特央视新闻微博，配文：“微光筑起防火长城，向每一位英雄致敬。”作为重庆人，王俊凯致敬着每一位勇敢无畏的救火英雄，更是致敬着这道万众一心的防火长城。英雄的人民，英雄的城市，重庆雄起！浓情八月，在荧幕中我们看到孟超身处黑暗却发出微光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艺人王俊凯散发出自己的光与热，让人感受到他的思考与真诚。八月已过，九月将来，让我们一同继续前行，在播种的季节播种，在收获的季节收获。